我们也是劳工，我们该有的权益，仍然应该要有我们的权益，这是我们该有的东西。这一块大家真的放心，我们会努力，然后不也关心。所以你们如果对于成员法这一块有很多要修正的意见，我们一定会转给我们来找劳动部辅导。在海上忍受危险的工作环境，帮中钢集团赚钱。抱歉，下了船，我跟你一刀两断，没有关系了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不帮你船，正常的，因为我没有帮你投劳保险，投保劳健保的。但我告诉大家，在台湾是个法治社会，这样的情况是合法的吗？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？